惠宁时间雪地夕阳那日索雷伊古颂，他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卡米耶·毕沙罗·甘密·毕沙霍。这幅画创作于1894年，现在保存在美国新奥尔良美术馆。那惠宁是有幸在巴黎卢森堡博物馆举行的展览上看到了它。这个展览从2017年的3月16日持续到7月9日。那这幅作品呢，我们说也表现出了毕沙罗朴实无华的平民气质，具有天然的魅力，由顿挫的笔触及细密的线条布满全画，让画面有阳光闪动的感觉，画面稠密缤纷，表现出呢在晚年的毕沙罗更进一步的掌握到光影表现与绘画灵魂的结合。惠宁时间，法国巴黎。